盛放我觉得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美好的过程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向而生的，不只是我这个职业，每一个领域，每一个职业都应该让自己向阳而生的去盛放，朝着美好的地方去前进。今天就是一身渐变色的西服，佩戴的是戴比尔斯的莲花系列，非常多莲花在我身上，大家可以数一数，有好运连连的意思嘛。佩戴的时候会觉得会给自己的运气加持。自己本身很喜欢戴比尔斯这个品牌，很喜欢他们的匠心精神，我觉得跟我的职业的一种态度是不谋而合的。很多男生可能觉得自己戴珠宝或者戴钻石会觉得奇怪的，其实你看像我戴上，对于男生来讲也是一种非常提气和拔人的一种展现。这次来成都的现实体验空间，不仅是可以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珠宝作品，也能体验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C 位的360度摄影空间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。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小小惊喜，提前录制好的语音导览，大家在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通过我跟大家的介绍去慢慢了解每一个作品，算是一次檀健次的11月限定。我在《很想很想你》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配音大神，叫莫倾城。生活中呢，他其实是一位医生，私下生活中他又是一个厨神。这个角色把我的很多擅长的领域，准备要开发的领域给无限放大的，有唱歌，有配音，然后有美食，还有很多古装的造型，就是很多样化，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治愈的一个角色。腾讯视频，腾讯时尚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谭健次，今天来带大家一起探索戴比尔斯莲花奇境现实体验空间，全球巡展的成都首站。